先生，先生，您的钱忘在桌上了。哦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我给你的小费。不，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你的服务很好。哦，谢谢您。不过，我们酒店不允许服务员收客户的小费。那你不要告诉经理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不行，这是酒店的规定。哦，那好吧。下次再来，